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我们来玩这款恐怖游戏哈。我今天在这个粉丝团上面已经有预告了，说我要玩一款游戏叫做《甜蜜的家》。那这款游戏呢，即将在 Steam 的九月开始发售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这个是 Demo 的版本。哦，那这个 demo 的版本呢，大概游玩时间大概半小时左右。那它是一个泰国团队制作一个游戏。啊，如果有说错的话，可以在我的影片下面帮我指正一下，好不好？我记得应该是泰国啦。哦，那泰国游戏本身就很恐怖嘛，对不对？好啦，我就屁话太多了，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啊，可爱呢 ，Honey， wake up。好，他叫我起来 ，Honey， 起来了。My head hurts. Too much booze last night. 说他的头很痛。Okay. 他说好，我起来了。字好小哦，我的天啊 ！Jan, is that you? Jan, is that you? Where the hell am I? What the hell am I? 他说我在哪里 ？Jan was here, but never mind. I gotta get home. 嗯，他说他得回家了，他真的不知道这里是哪里。而且哇，他这个画质感觉就像是 PT， 你知道吗？哎，说真的，他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进入这个游戏啊，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游戏将来绝对并变掉。我是指画质啦，好不好？优化程度，我个人现在是给蛮高的评价。你看啊，在这些引擎做这个，应该是不知道是用什么引擎 ，U 虚幻式引擎吗？他做出来的这个效果。哎，好逼真哦！还是什么？上下左右是 move 哦，滑鼠移动嘛。OK， 好，按一是开门。What are all these things？ 我嘞是怎样？挡住了是吧？哎，手电筒。Flashlight。Flashlight，cool。好，一个陌生的人醒来之后呢，来到这个地方，拿到了手电筒，还说他很酷。酷毙了，是吧？啊，怎么使用？哦哟 ，flashlight。Oh my god！ 一开始就进入正题了。你看，为什么旁边那个看起来像男生啊？只是戴一个假发的男生。哦，有了，女生可以什么三角？三角啦，有了，看这个就看起来像蛮正的，有没有？这女的，不要突然娇喘，你要吓死谁啊？麦阿内赫不？麦阿内突然娇喘好不好？什么声音？我突然觉得这个画质真的做得很棒。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一整个给我有一种就是这个虽然是 demo， 但是真的很有品质。我是这么觉得啦。Where am I？ 我在哪里 ？How can I get out of here？ How can I get out of here？ 我必须赶快离开这里，应该是这意思吧？是不是？然后这边搞一下这个破旧的房屋。在想，在修，怎么听到奇怪的广播器的声音？可以开灯吗？不行。啦啦啦啦啦啦！哦，我只想要把它关掉而已啊！我觉得很吵啊，可以再打开吗？也可以，不要把它关掉，吵死了！感觉念经。This is more than 10 years ago。十年前的报纸，哪里搞啊？哦，按右键可以拉近呢。抱歉，我看不懂英文哦，这可能就要靠你们自己翻译了哦。暂时只能先这样。哇，歌手，嗯，酷哦。好了，有钥匙 ，a key， the key， 哇，锁起来了。哦，开门。哦，我居然开门了，门会自动锁起来。creepy， 他说很恐怖，是这意思吗？没关系，我们继续前进。我靠 ！Hey you， 就是你，请不要再犹豫。Hey，Can you hear me？Can you hear me？ 你，他说什么 ？Can you hear me？ 你知道我在这吗？是这意思吗？假装不在意，请你不要担心。抱歉，紧张了一下。Oh my fuck！You， 傻小啊！搞什么东西？垃圾袋掉下来是吧？是哪个小屁孩恶作剧给我出来？
他妈的，那个死屁还恶作剧。好，我决定我躲在这里，再也不要出来了。OK， 好，我好，算了。是谁丢垃圾袋啊？把它 something else。Hello， 是那个死屁还丢垃圾袋啊？啊？哎呦，梅啊，是梅啊吗 ？Wait， 虚无的可以跑。虚无的可以跑。Where did she go？ Where she go？ 她去哪里了？抱歉，我的英文很破，但是我居然听得懂她讲什么。这代表是有常玩这个游戏的人都会增加语言能力吗？哦 ，What the fuck？ That's one。Oh my god！ 这谁的月经来了，打在墙上啊？啊？是那女的大姨妈吗？那女的大姨妈来是不是？太夸张了吧！哇，开始都是血，哇，都是血 ！Oh my god！ What's happened here? Where's the exit? Oh my god！ 都是血，紧张！危险！ Hey you！ Oh my god！ 我被强制拉进去了 ！Holy shit！ Oh my god！ Shit！ Oh，柜子可以躲，哦，又是躲柜子游戏，哦，精神病院加泰国阿拉雅，好，我知道了。你看不到我，啊，这个是绝命精神病院加阿拉雅的一款组合的合作游戏啊，哇，是怎样？他在墙上怎样射了一滩大姨妈，然后就穿进去了，是吧？我靠！你看男主角可以这么的镇定 ，What's that？ 一点也不恐慌吗？男主角，你至少要有情绪的表达、啊。虽然你的话蛮多的嘛，但是你总不可能，我可以进去吗？不行，你总不可能这么冷静吧？要是我遇到这件事情，你叫我怎么冷静啊 ？Damn！What the hell am I？ 我靠！我刚看他的头，他是从这边出来的、欸，这是什么？橡皮擦、剪刀，这边感觉像是做工用的地方。OK， 啊，这里是怎么回事 ？Hey man， 不要这样子！你现在是在回应我说啊 ？All right，Come on baby， 都来。It's chained， 它锁住了。OK， 我了。你该不会等一下拉一拉或者东西跑出来吓我吧？哦，有这么好的事情，这应该是你串通好的吧？虽然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我靠！你居然出现了！快点！快点！ Run！ 别跑，快点！呜呜呜呜呜！哦，跑进去了，我才不要跟着他进去，我不是白痴。完了，事实上我好像真的得跟他进去，是不是 ？Hey man， 我看得到我自己吗？看不到。我靠，这个周围的感觉就很亲民啊，就好像公寓，你知道吗？那种家里的那种公寓，你知道吗？对啊，就很亲民啊。闪电侠、啊，我不记得闪电侠有参与这个游戏的内容啊。闪电侠，你来干嘛？闪电侠，哎、欸，他这个做的真好细哦。闪电侠，哎、欸，闪电侠，不要这样子。闪电侠，你应该跑去你演你的电影就好了。你来这里当灵眼干嘛？不要吓人好不好？我天啊！所以说我要怎么办？我来这里有什么屁用？门可以打开吗？可以耶。我可以躲在瓮里面，是不是？算了，我才不要进去，好黑，好恐怖、哦。所以说，这里要怎么办？哦，这有浴室，有厕所。这干嘛？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该不要走这里吧？可以开门吗？当然是可以的。哦，我绕过来了。
What's that sound? 什么事？什么声音？什么声音？我听到呕吐物的声音了。宿醉是不是 ？Oh my god， 还在吐吗？有人宿醉吗？有人宿醉吗？欸、怎么这房间又一样啊？在干嘛、啊、？What the？ 都长一样是怎么回事啊？这房间 ？Oh my god！ 他出现了。Hey man。What the hell？ 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了。This wood's blocking the way. Blocking the way， 卡掉卡掉。我的天啊！好玩吗？你们觉得好玩吗？套进去了，很会很会。我要跟得过去吗？我可以开门吗？完了，居然可以开门！不要吧，不要吧。Hello， 哇，人又不见了。现在怎么情形啊？很会演哦，大哥，可以不要这样闹吗？哎、欸，这里开，这里本来就可以开吗？怎样？哎呦，这个地方可以蹲下进来，到隔壁的房间。Oh my god， 这是什么东西？巫毒娃娃是吧？巫毒娃娃、欸，哎，他写什么？反正就是可以巫毒的，就是巫毒娃娃的概念啊！啊 ，Oh my god！ 哦，找到了，就是这个，一定要这个嘛，对不对？好了，哇 ！Oh my！ 怎么关手电筒？关掉，关灯，我就关手电筒好了。哇、哦，吐啊吐了，昨天喝太多了。昨天喝太多了，昨天喝太多。哎、欸，我可以拿这个敲你吗？他吐什么啊？我靠，杯啊，错姐，他吐图钉哎，我吐的都是哎、欸，吐这么多钉子干嘛？感觉要被困在这里很久的感觉。好，那现在呢？我可以解开了他了，是不是啊 ？OK， 蓝白拖鞋，碎。哦，怎么用？按一。我靠，没有手哎、欸！他现在开这个木板是用他的念力吗？啊，来自原力，原力就在你身上。Oh my god！Oh my god！ 不要有那种多余的咳嗽声音，好不好？还好这吓不到我的。这管子是想干嘛啦 ？What's that？ 哎呦，嘿、hey, ，你好，谁会把一个洋娃娃放那里啊？哎呦，别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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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我知道你需要我。哦，原来可以再蹲更低啊、哦。我知道你需要我啊！这是什么东西？这几箱啊？这是蛇吗？还有拜拜哎、欸，还有插香。我不是很懂，就是了。算了，我们还是赶快过来这个地方吧。我天啊 ！OK， 我来了，我来了。这是干嘛？嗯？抱在一起的，哇！这个姿势实在非常的 OP， 嗯，还不错，有感有感，非常好。那这写什么？抱歉，都是英文看不懂哦，我不是故意的。到这里之后就没路了，只有那扇门有路而已，好吧 ？What the？ 等一下，这都没有路了，可以走啦、啊？决定进来这一队吗？哎、欸，这可以多舔门哎、欸！哦，哦吼！是可以 ？No！
你应该，他应该是没看见我吧？他应该是没有看见我吧 ？Hello， 你把头啊，你下面拢看到？你什么都看没有？啊？走了吧，我不会被抓，不会吧？他走掉了，走掉了。见鬼啊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你现在才觉得， oh. 哎呦，好恶心哦！你现在才觉得情况不妙是不是？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你才跟我讲 What the hell？ 我从游戏一开始之前就已经 What the hell 了，你现在才跟我 What the hell？ 什么鬼？可以开吗？不行，可以躲柜子。This could be the way out. Circuit breaker. Circuit breaker。这个是那个铁门是不是？照样可以让我出去是吧？有，先躲。我觉得等一下他又要出现了。The door's jammed. 啊，门坏了。What the? Damn, she's coming back. 我要躲这里。I can get out of here. 哎呦，那个大姨妈之术。啊，其实他是个忍者，好不好？现在使用他的大姨妈之术穿墙，直接这样子窜了过来。还好啦，他应该是没看见我。他在出来之前，我已经躲在柜子里面了，是不是？你看。Hey man， 找我是吧？我想要看清楚他到底长什么样子。说真的，可惜看不到。他干嘛？没了吗？我可以出去了吗？出去一下好了。哦，他把门打开了、哦。那本来打不开的门，他打开了、欸。啊，这个是没有办法上升是吧？啊，那个坏掉了。所以说，我再拿一个新的保险栓，是不是类似这种保险栓？我靠！等一下 ！Oh my god！会不要发现，我知道怎么玩啊！按住右键上下左右。哦，不能被他发现是不是？等一下他是不是走回来了 ？Oh my！ 他会不会走回来啊？我很担心他会走回来。完了，这个有点难解。我最讨厌就是这种要避来避去的这个游戏了。可以不要这样避来避去吗？他应该是没看见我。他是走去那个地方了，是不是？好的，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里。我去一下厕所，抱歉，我只是想上厕所而已。那厕所什么东西都没有，这边有报纸了，看不懂，不管了。这个锁住了。Oh my god！Oh my god! Hello， 看起来这里非常的正常。我可以上个大号吗？我现在有点尿急啊。怎么办？现在这种情况，我要怎么绕过去？等他往左边走吗？啊？等他往左边走吗？因为我更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更不知道他在哪里，你知道吗？他看得到光吗？哦，你先，他应该是会 ，no， 他现在开始在这边徘徊了，那我到底要拿什么东西啊？这有点难，我说真的。哦，我知道了，就这样子好了。这样他看不到我，他看不到我，太好了 ，perfect。跟他玩一个绕圈圈模式就对了。绕圈圈模式。哇，走太快，快点，再见。OK， 跨步了，先把门关起来再说。太好了！这就是我们要的啊！不要那边开那个声音，他会不会进来？重点，我们拿到保险栓了，
绕了圈圈走。对，走这一条应该是比较顺。早该如此，就先走这一条了。不要，大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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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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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了，撞上去了！快点，快点，快开！我觉得他会再来一波，我先躲起来。应该没事吧？又爆了，又爆了。不过我可以下去就对了。快跑，快跑！我觉得他追来了，他来了。哎，还没来，这什么东西？开门！啊 ！No！ 哇，他来了！等一下不能回去了。啊！快点，快点！他来了，他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啊！不要叫了，你吵死人了。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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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结束了吗 ？Home sweet home， 好吧，这就是我们这个试玩版哈、哦。啊，游戏差不多大概就将近真的是半小时啊。如果你玩得很快的话啦 ，OK， 那就今天我们这个试玩版哈、哦，各位应该也蛮期待这款游戏正式发售吧？啊，就在 Steam 上面9月的样子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啊，就这个英文名字。好吧，那我们今天恐怖游戏试玩就到这里为止啦。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或者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恐怖游戏再见啦，拜拜。